フー先生はわざわざ日本から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また本シンポジウムに対して助成金を出し。이번회의는중국에선첫번째연구목적인첫번째회의입니다그다음에它不是一种一般的强暴，或者说是轮奸，它是一种军队制度的一个部分。它的罪恶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给军队按比例的配备这种性奴隶，来刺激战斗力。那么，而且这些性奴隶又来自于敌国中国和殖民地的朝鲜。所以这是完全违反了人类的两性的一般的伦理，是吧？是制度化的一种犯罪行为。所以这一点上来说，我说它是二十世纪最可谴责的暴行之一。ญี่ปุ่นญี่ปุ่นผ่านเจียบังแกน่าทวนเจียงนะมันเล่าทวนเจียงนะทุกกบแอทวนเจียงโก้น่ามือทวดน่าแบรูปอดอุตักเลยวิบิติโก้คนเราเจ้ามาให้ก้าจังกบให้ตำน้ำกบให้ตำน้ำมันก้าจังให้ก้อนชอว่า唱歌跟他们对歌有时候就拉我和别的姑娘拉是蹭得很响大大声放第一个主意耶日本政府不行你打多少日军不在他有日本政府自己在老子坏老子在小子坏这是老人们留下的古话那也行就是这么个事他不要唱后说是没事了那是拍不到哎呀你们不要拍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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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